0070Ti 就是这个样啦，哇塞，它的晶片呢，直接外露哎，看起来还蛮酷炫的。OK，所以三个 Display Port，一个 HDMI，三个 Display Port，一个 HDMI。我旧的2070还有多一个 Type C 的输出，但是我从来没有用过，所以它可能，Yep。OK，所以这一张卡上面有3个 Display Port，一个 HDMI。那我旧的2070其实有多一个 Type C 的输出，但是其实根本没屁用，就是我从来没有用过这样子，所以不是个重点。然后很棒的是，这一张卡上完全没有 RGB，所以像是我就是，那很棒的是这一张卡上完全没有 RGB，所以就是我平常如果有 RGB，我也其实全部把它关掉，而关不掉我就用贴纸把它贴住，所以这个完全没有 RGB 的版本真是200分。